进来，兄弟，你命不好。大哥，大哥，别杀我！你做噩梦了？没事儿。几点了？我睡多久了？你都睡一下午了。我们晚上吃什么呀？我有点饿了。我们出去吃吧。外边东西不干净，我不想去。嗯，好吧。我都不知道你还会做饭呢。你知道吗？我来北京就是为了挣点钱，然后开个小饭店。回老家开个小饭店。我喜欢做饭，我喜欢看着人们上菜时期待的表情。奶奶，俺们可惜给他打电话说他在北京混得可好了，就想跟他一块过开。等攒点钱，俺们先开个饭店什么的，以后那三个人特别熟。佳佳，挺远了，奶奶这有钱儿，够你开饭店的了，不用去北京了。不用，你那点钱自己留下吧，俺们已经说好了，下午也就走了。累了就回来。Thank you.
你干什么的？我是送外卖的。外卖不让进楼，把砖头放地下。喂，你好，您的外卖到了，但是保安不让我上去，我就给您放一楼了。哎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有人打